看到你了。没有，你今天这里是怎么调它这里的宽度？把它指缝。人家现在开直升机来出去了，你这直接气。像这样子啊，就多了一点。嗯。像这样子，它这边多了，多了点就调好了。那你这里是往右还是往左呢？像这样往一往左移。往左移啊？啊。你往左移移多少？右多少移多少。你别过来多少。那个竹叶往哪边走？嗯。你就往哪边移？那你这个应该？这个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这样的吗？每个人的调法都不一样的。